谢你，今天我们在这里，主耶稣，弟兄一家，小弟兄一家，我跟我姐妹，配搭整齐，今天这里弟兄家，有交通。丰富，主啊，纪念李金生这个家，王玉婷姊妹，谢谢他们的接待，主啊，一同在这里有交通，有香调，在我们的里面满了喜乐，愿主祝福这个家，是，主啊，你的祝福临到这个家，阿门，相信，主啊，李金生这个家，主啊，他要为你打开。阿门，接待我们这些圣徒，阿门，叫他的喜乐更加增，阿门，何等的喜乐，我们活在他家中，阿门，教会生活何等的甜美，阿门，呼吸你的圣灵，阿门，吃喝你的话语，阿门，在这里诉说你蒙恩的见证，阿门，谢主，阿门。谢赞美你，主啊，今天的聚会都是由主你所安排的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心中的所有的盼望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我们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诉说主的经纶，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一切都是由你来指点我们。马太福音18:20有说到，只要两三个人聚在一起，主啊，你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与你同在。我们完全依靠你，一切的荣耀也都归于主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阿门，阿门，是，阿门。我们唱这个第十首。第十首，耶稣，阿门，把你加起，阿门，放在你的面前，阿门，我们来同诉说，阿门。心门，把你加进去，主啊，你在他
中。阿门。哦，主，我们这个家是属你的。阿门。你弟兄哦，这个全家都要蒙恩。阿门。今天得救，全家都蒙福。阿门。这样一个家一个家的带到你的面前。阿门。做我们神家的儿女，做我们的好弟兄，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手上，你是我们所有的盼望，满好喜乐，麻烦主纪念他，给他机会来接近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的美主，谢谢主祷告的主，谢谢主的福音朋友。在一起吃饭，他也很认同我们教会的生活。主耶稣就是希望你，所以这个时候能够开启他的心灵，能够到他身上，把他的心灵的丰富。